院长，看这什么？最后一个买到了。你吃了？来，干嘛？那别走啊，别走！你是不是生我气了？没有。你确定没生我气？确定。我感觉你生我气了。没有。你没生我气，你为什么要这样捏着我的手？啊？还说不是生我气了？今天下班，叶子跟我说他要派专车接我，搞什么鬼？外面还下雨。不用来吃吧？你怎么来了，叶子？不是专车吗？对啊，我就是专车啊。叶子专车为你服务。你是专车？哦，对了，啊，太惨了。你，那你快点进来。你太惨了。你先前怎么不打呢？你这个头发这全湿了呀。我就等着你给我撑伞。是很安静来交换你偶尔陪的。你是不是关机了？没有没有没有，轻轻摔一下不至于。那咱们去修一下吧。没关系没关系，坏了就咱们就换一下。哎呦，不是故意的呀。手机是女生的宝贝，给她新的坏了。刚才这个手机终于开了，我以为今晚开不了。还生我的气吗？我没有生你的气啊。那你现在为什么不开心？我是以为手机要是坏了，那里面还有那么多你的照片，还有我的合影，这都找不到。你担心这个？不过他现在好吧，快吃吧。比我们还绝配，我应该去爱你，不浪费能幸福的机会。等会儿，等会儿，叶子，你今天不能陪我进去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看，上面写了禁止携带出去，看你这样的小猫咪，就不能陪我一起进去了。你就在这里等着我，我先去逛了。有毛病啊！快点。不。哎，你看，在这边写了禁止携带宠物，我们要一起进去会被罚款的。别闹了，快走了。哎，等会儿，不是，送君千里，终有一别，我们就在这在此别过吧。这条是我走的路，这条才是你们小猫咪走的路。哎，对，你干嘛？那我就去找别的小猫咪玩。你找小公猫小母猫，管不着了。最近总有朋友问我，什么条件能追得上叶子这么好的女朋友？就我这家庭实力，还用考虑什么长相吗？嗯，当初也犹豫过，是不是要分析？想了想，还是全款，毕竟咱也不是没这实力。叶子，给你买东西喜不喜欢？好吃吗？好吃。走，行，走。微微就是秋天。这个公交车属实有点难等，对面过好几辆。叶子，你这都快吃完了，你是怎么做到陪我等公交车还可以这么开心的？我觉得坐公交车挺好的呀，你想这么多干嘛呀？不开心啊？哦，没有，我就是在想，就是买一辆车的话，是不是能方便一点，可以接一接你？不是的。你想想，我们坐公交车的话，有专门的司机送我们回家呢，而且我们还可以一起沿路看看路上的风景。喜欢的是你的微笑，我的遇见为你招摇。对的，啊，咱们去买一个那个冰淇淋蛋糕吧。啊，不买了吧？不买，我看你就一直在看那个，走两天就想吃那个。我们家楼下那个也蛮好吃的，回家去吃那个吧。啊，我买一次没有关系，反正你也没有吃过。可是没有必要买那么贵的呀，我觉得我们可以把钱都攒起来。我攒起来能干嘛？也就是买，攒聘礼。那我要是聘礼攒不够怎么办？
可是你对我特别特别特别好呀。就可以了。哎呀，叶子，你有没有觉得我长得很丑？不丑啊。可是我刚刚照镜子，我就觉得现在长得一点也不帅了，根本就没有当年彭于晏的感觉了。是吗？不对，也是这个镜子有问题，他把人照得显胖，我也是。镜子它没有问题，就是我变丑了。那就是你发型不对，那个改天我们换一家那个理发店。那就是我人还是帅的那种。啊，发型问题，我觉得是发型问题。我觉得我太笨了，我觉得我什么都做不好。这个 PPT 我已经弄了一个小时了。没有，你已经很棒了。肯定是现在太晚了。可是，那我去给你砸一个耳机，提个声啊。你还是住在我的回忆里不出来。让我们微笑离开，让故事留下来。今天得打光棍了。昨天晚上跟叶子吵架了，气得他去他闺蜜家睡了。今天就剩自个儿了。哎。怎么还给我留了饭，还是放不下我。哎，吃。你还是住在我的回忆里不出来。你这些衣服都太丑了，我马上就给你洗了，什么都要坏掉。你把饭吃了。放手不怕依然在，雪融了就应该化开。我说一起下楼倒垃圾，他一把抢过去，自己就要去倒，神神秘秘的。怎么不回家呀？榴莲其实还蛮好吃的，主要你不喜欢吃榴莲，它有点臭臭的，就想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多陪你吃一些你喜欢吃的。因为你爱上整个夏末，我开始迷上你暖暖酒窝，你和我光脚并排着坐。叶子，我好饿呀，我饿得睡不着，怎么办？还记得那场音乐会的烟火，还记得那个亮亮的深秋，还记得人潮把你推向了我，游乐园拥挤的城市。你去哪了？我喜欢这样跟着你，随便你带我到哪里，你的脸慢慢贴近，明天也慢慢的慢慢清晰。心里有点难受，见不到叶子了。想去很多地方，可一个人着你手，一个一个实现的。有一天晚上，梦一场，你白发苍苍，说带我流浪，我还是没犹豫，就随你去天堂。我爱你有种不懂人心的冲突，疯狂追他没有退路，能否让我停止这种追逐？